哎，回了。嗯，喂，这几天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叫我不要吵他的意思吗？世奇，看来你之前做错的事情有点大条哎。爸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报警？你等一下真的发生什么社会事件，可以第一时间处理。 少见多怪。俗话说得好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你若心于左，耳目不顺，天塌下来由你老爸顶着。不要吧，你可别一直抓我啊！我是在保护你啊。是啊，如果两边火拼起来，你得算第一个，好不好？我才不会。你妈妈要讲话了，宝宝啊。 你真的不需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的话，我实在是太亏欠你了。欧巴，我跟你在一起图什么？我就是图个开心嘛。那，放弃朱家财产声明书，张宝。我看得懂中文 ，OK？ 我咋都怎样？ 你叫我这里做你，都是为着等一天。哼，好啊，正的淫妇啊，当初是要娶你入门的时候，我就知影，我就应该反对。我知影你是一个歹心查某、恶心妇。阿爸，你哪通安尼讲呢？我做一切，拢是为了主家。敢讲你想要把财产分给别人是？ 天公伯啊，我到底倒位走唔对啊？天公伯啊！家孙安尼讲嘛无唔对啊！张毅，姑娘姐，你是我金孙，你上支持阿公。 替阿公讲几句话话。我嘛讲啥，我都听啥，我啥物都唔知啦。这就是你饲的后生啦，啊！大姨哦，这句讲都袂晓话啦，我敢讲这种话啦，天公伯啊，失德哦，我对不起你，做孽种啦。<笑> 今嘛什么时代啊？你计较这是要创啥物啦？你放心啦，我会留一间厝予你，三顿我会叫人送予你吃，你是袂枵死的啦。阿公，阿公，爸，你也袂枵死，你手一定抓才会用死的。你来刚刚好，帮我们评评理啊。 如果今天人家硬给你一件不适合你的衣服，难道你就不能把它送进橱柜里面？哦，就得要一年365天，天天穿着它吗？方雨婷，你说那是我精心设计、用心良苦的金玉满堂，居然被他放在角落里，遭灰尘，我是不是可以生气？我是不是应该生气？我是不是要生气？哎呦，你们不要逼我啦！一言一句的，我是要怎么回啊？ 一听啊，你最好还是发表一下你的意见，要不然到时候人家硬把儿子塞给你，哦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还会被人家说你是不知好歹。哎呦呦，我们家朱念夏条件这么好，喜欢他的女人是一大堆啊。我告诉你，不用硬塞。方雨婷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不喜欢我们家念夏，麻烦你跟他划清界限，不要耽误了我儿子美好的青春。不是啊。 是你们两个在吵架，怎么会吵到我身上了？你都可以硬把儿子塞给人家了，人家就没有权利拒绝啊！哼，哎呦，你现在住的房子好像也是我硬塞给你住的哦，啊，不爽你可以不要住啊！我住的很爽啊，我就是要住啊！给钱啊！我每个月都有给。你给多少？你好意思吗？他肯定又在想他们闹翻的事了。 你居然会他？现在呢？
就是我这个老公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刻。嘿嘿，老婆，哎，今天开始放年假，刚好我也排休，咱们出去走走。不然我们去看电影，我知道有一个电影院呢，有两人包厢，座位是那种沙发的，可以躺着看，还有专属的套餐，好吃。哎呀，我怎么会有这么白痴的提议呢？我们家里的沙发肯定比电影院的沙发舒服，待在家就好了。老婆啊，我最近业绩不错，还是说我们去逛百货公司，我买个包送你。不需要。你确定？哎，不是零钱包，不是钥匙包啊，是那种可以让你挂在手上去公司炫耀的顶级包。我不要。顶级包哎。我觉得那边很不对劲。你都要小心点。那怎么办？你老婆你自己负责啊，我要跟同学去看电影。喂，红色警报，红色警报，又怎么了？要不然你买玩具又被老婆发现了吗？比这个严重，不是我被抓包，是我要买顶级包给我老婆，她居然不要啊，这比世界末日还要恐怖，而且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个雕像一样，已经一整个上午了。兄弟啊，这不是演习，这是正式开战了。他们姐妹失和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家庭幸福，我们不能在旁边纳凉了。对呀，跟你们说啊，我老婆现在已经濒临了崩溃的边缘了。嗯，爸爸，原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这款歹媳妇。老婆，你可以回来了吗？好了，手放开了。对啊，妈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个剧情，我们怎么可能逼阿公做这种事啊？这会天打雷劈吧？八点档都这样演了。家纯啊，我已经很隐忍了。原来在你心中，宝宝是个坏女人。我决定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带宝宝回来跟大家说清楚。如果你还要这样说，我就真的把你当做二媳妇儿拍醒不？叫了啦，淑芬啊，吃完饭碗也不收，衣服叠好了也不收，电话也不接，沙发敲门也不开，你到底是怎样啊？哎，不在，会去哪了？淑芬，你在哪里？我想去找你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会吵你，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。已读。放弃朱家财产声明书，张宝。我看得懂中文 ，OK。不管我将来跟我爸走到哪一个阶段，我张宝丽绝对不会拿你们朱家一毛钱。我知道你们担心，所以我签了这份声明书。你们可以拿到法院去公证，或者找律师，我都无所谓啊。只要你们放心，不再怀疑我就 OK 了。啊，宝宝。
我不允许你这样贬低自己，羞辱自己。不是吗？羞辱你就是羞辱我。杨总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八张允熙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姐妹们追吧。